手创的这个客家便当，哈嘎该翻得位哦，董厚生哦，董厚生。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，会准备来开卖。那我们预计在两分钟之后，活动记者会正式开始，请各位贵宾，请您就坐，谢谢。好，安利提供的翻动披萨饼呢，点到款式喽，请安利各位贵宾呢，请邱总。谢谢你们，给我们这个机会。